这三个月，在这三个月内玩最疯的就是穿越机的部分。这三个月我玩最疯的就是穿越机的部分，我们就一直疯狂玩。这三个月我觉得进步最多就是我们玩穿越机的部分，然后我就跟着朋友玩啊，然后那这三个月我觉得学到最多就是玩穿越机的部分，就是我各种的疯狂玩穿越机，就天天都在飞，天天在家里啊。这三个月我觉得进展，那这三个月我觉得学到最多、进展最快就是玩穿越机的部分。那我就是找时间，就是一直疯狂的飞，然后也去找了朋友一起玩、一起飞，然后但是也是坠机坠了很多次，但是现在是直接。这三个月我觉得进步最多的就是我玩穿越机的部分，就是各种找朋友飞啊，然后自己到处乱飞，但是也坠了非常非常多次，所以就一直疯狂维修，然后等。这三个月我觉得进步。这三个月，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我玩穿越机进步非常非常迅速。这三个月，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我玩穿越机的部分，因为进步真的是非常。这三个月，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我玩穿越机的部分，进步真的是非常神速。那我也去跟着朋友一起飞，然后自己也尽量就一直疯狂飞，但是就最讨厌的就是坠机，然后要等新的配件，所以现在，那继续。